嗨，大家好，又到晚餐时间了，今天给家人做点好吃的。我刚买了西兰花和梅豆角，都是这个季节的蔬菜。你们晚餐都吃什么呢？先把蔬菜都清洗干净。葡萄有分出新药，长平山上谁人心慌，木耳也提前泡发一下。再来一根黄瓜，一根胡萝卜，擦成丝。准备一张豆皮，先铺上一层苦菊，再放上胡萝卜丝、黄瓜丝，把豆皮卷起来，卷的要紧实一些，斜刀切成小段，就可以摆盘了。再来一碟黄豆酱，这道菜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，想要瘦身的朋友可以试一下，好吃还不长肉。今天我要做一个孩子最爱喝的南瓜小米粥。把梅豆斜着切条，一小块梅花肉先切片，再切成丝，肥肉和瘦肉分开来放。西兰花先放锅内焯一下水，把木耳也焯一下水。半根胡萝卜先切块，再切片，两个鸡蛋打散。肉锅凉油，先把肥肉放进去煸香，煸出油之后，肉丝也放进去炒香。接着再加入盐、酱油，把肉丝炒至上色之后先盛出来，锅内再少来一点油，加入姜葱爆香，再加入梅豆丝，梅豆丝炒至断成之后再把肉丝也加进来，再继续翻炒入味，最后再加入一勺鸡粉，咱们的梅豆炒肉丝就做好了。做法非常简单，也是我家老公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把鸡蛋炒熟，炒好后先把鸡蛋盛出来，再放入胡萝卜片翻炒十秒钟，加入木耳、西兰花快速翻炒。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鸡蛋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道菜食材调料家家都有，做法简单快速，色香味俱全，也是我家孩子最爱吃的蔬菜。今天我们的主食是发面饼，发面饼也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之后切块装入盘中，我们的南瓜小米粥也熬好了。吃上这几道家常菜，虽然不是什么三珍海味，但是每次老公孩子都吃得美滋滋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